即係五點二十八分。今日準時，等陣啊！今日都終於可以準時翻嚟，唔好似尋日咁七點幾先翻到嚟。咩嗰個咩 MH804 客機墜毀事故仍然係一個謎，即係個個都估唔到，覺得點咩原因令佢墜毀啊？但總之個個都一定話講翻個客機殘同埋黑盒先得嘅。咁啊，話咩唔知咩啊？唔知邊個加個海附近，連環炸彈襲擊。咩又有示威者爆發警民衝突，十個死人，唔知幾多個受傷，重傷應該。都係得翻個禮拜上堂，因為即係6月13到6月就先啦，6月17到咯。自己打 L 又點樣 ？L 又無聊又，又話傻仔，你咪傻仔啦！我係傻仔，傻仔。其實今日自己都唔識玩 L， 就話咩講咩話咩 GP 是垃圾，即係話自己係垃圾。呢度北韓嚟嘅，真係我話呢啲 game 入邊北韓嚟嘅，即係有金日成嗰個銅像喺度啦。但係我係佢入邊聽到啲聲，好似係金正恩講嘅嘢咁嘅。啱嗰啲把聲入邊好似金正恩，好似咩全國唔知咩委員長金正恩。即係做埋幫我定做，呢個是富士山啫。
住唔明佢講乜嘢。如果學到人文嗰啲，學到韓文嗰啲同我講，到底唔知乜想講乜嘢。咩奧巴馬成日都咩去唔知咩國家訪問啫嘛，話核彈事故係唔會，即係投原子彈事故係唔會導演。1919唔知咩年8月6日嗰陣時發原子彈啦嘛。即係佢都同我習近平會面啦，同個梁振英會面啦。不過拉又唔滿意啊嘛，但就算話討好佢，都話冇可能。我真係想走開你。即係之前對，跟住仲係對，即係3年7/1運動嗰時候，黃毓民又係其中一個。嗰個咩梁國雄又係咯，喺度，我都聽到收打聲。而家5:35。即係成個世界可能真係比較接面喎，真係。我真係估唔到，原來我 friend 即係可能情人節會收到情信，因為成日都啲女仔望住曬佢，即係好明顯即係冧著佢啦，對佢全部添喎。可能我寫情信咁啊，好似。但係不過呢件事。呢件事佢哋嘅爸爸媽媽滿意先得噶嘛，要佢可唔可以俾到幸福佢？如果俾到窩心感覺，可能就係得曬啲嘢俾阿太太做，而佢自己咩都唔揾工，淨係識得喺屋企又打機。我都唔好中意呢種學生嘅佢，反正嗰啲又中意嘅咧又。
記得上個月好像去到富林航空食嘢喎，咁配音還碎劍者人同嗰個咩？因為配音我最耍家喎，真係足成個中文啦嚇。配中文我一定我哋合適嘅，因為佢有適合嘅音效，即係佢感情都係咩都係。咁做下一鋪係咩人？乜撚嘢做下一鋪啊？即係我先話下一鋪係地氈人講，咩事？啊！我聽到爆炸聲嗰啲鼓，唔通？好嘅。